你把这里所讲的爱的表现跟我们讲到爱这个字的时候在你脑海里面所浮现的画面这个对比，你想象一下有什么差别。当我一讲爱的时候，你脑海浮现什么？一个新的符号啊，两个人手牵手啊，或者一群人带着笑脸聚在一起啊，不是吗？但是保罗在这边所讲的爱不是这样，是很实际的。他可能有一些感受的部分，但是他更强调的是你应该来怎么做。而且他所讲的感受不仅仅是很美好的感受而已啊，好有爱哦。我们平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很正面的，不是吗？某些人做的某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到啊，非常的受感动。但是他这边讲的感受当中有好大一部分是负面的，比如说忍耐，忍耐不好受啊。但是如果你要在教会的团体当中实践这个爱的功课，忍耐就是你要学的东西。不轻易发怒，那表示你要控制你的情绪，那个也不是一个 很正面的一种感受。爱有时候是正面的感受，你很愿意去做，那很好，但是不完全是这样。爱是什么？爱是我们为了别人也为了大家的好处的缘故，我愿意去忍受一些可能对我来说感受不太好的东西。看上面所讲的东西包括了态度，包括了动机，包括了心思、语言，还有处事的原则，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还有实际的行为，比如说恩慈啊等等啊。所以爱是什么？有心也有实际的行动的。爱不是一种乐意为对方付出的一种强烈的感觉。你不要以为哇我好爱他，所以呢我有那个动力，我有那个热忱，我就去为他付出，那个就是爱。但是爱有时候是那样，但是不常是这样。有时候呢是你心里面可能极不乐意，但是你仍然坚持为对方而付出，那个是一个更伟大的。这就这边讲的忍耐，有些人觉得很虚伪，你明明就很讨厌他，你还要去为他做好的，那我不是很虚伪？我告诉你，这不叫虚伪。虚伪是什么？如果你这样做，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些目的，有一些利益的考量，我想要得到他的什么，或者为钱，或者为其他的自私的目的，而你勉强自己去服侍一个可能你不太喜欢的人，那种我告诉你就是虚伪。因为你不是为了爱而去的，你是带着其他的目的而去的。但是如果你去学着去接纳去服侍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人，是因为你知道神要我们爱仇敌，你知道神要我们实践爱，好，我虽然感受不太好我还是去，我告诉你那个叫成长，那个叫学习爱，那个不叫虚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不要太把爱想象成为一种感受。我曾经跟一对年轻的夫妇好多年前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分享他们服事上面的心得。这一对夫妇呢现在已经是传道人了，当时还不是，但他们在教会里非常的热心，服事一般的少年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周末的时候就开着车子去接送，然后教导，然后陪伴，还这些少年人出问题的时候还要管教等等啊。那服侍一段时间之后，我跟他们聊，那他们呢就跟我说，其实虽然我们都不断每个礼拜在服侍，但是呢我感觉到我心里没有爱啊，心里没有爱。适当的时候，我后来我就跟他总结说，你说你服侍但是你没有爱，但是我告诉你，我从你身上所看到的就是爱。为什么我这样说？如果不是爱，你在家里睡觉就好啊，你为什么在周末的时候拖着疲累的身体你还要开车去接送？这些人惹你麻烦搞一些事情要你去解决，你就不要做啊，辞职啊。但是为什么你坚持？有人给你钱吗？没人给你钱啊，你为什么坚持？我从你身上看到那个就是爱啊。
虽然也许有时候服侍到一个地步有一点麻木了，没有那个感觉，没有那个热忱了，但是你不顺着你那个负面的感受，你知道那个需要，这群少年人不能没有管教，这群少年人不能没有上帝的话语，他们不能不来教会，所以呢我努力去做，即便有时候我真的很累，即便有时候我真的没有太大的感觉，那我告诉你，那个就是爱。有时候我们需要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来让我们的感受能够得到调和。我并不是否定掉感受的重要性，我觉得我们需要抒发我们里面的情感，如果你总是这样憋着啊，那也不行，我们需要一个出口，但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爱是什么？爱就是你不让这些东西捆绑着你，以致你去做一些破坏这个团体、破坏别人的这些事情，或者呢，导致你不去做一些对这个团体、对别人有好处的这个事情。